坎坎坷坷，有时雨天，有时起风烟。感情路有时烧，有时冷，真爱对情人来表明。才相信阮一生，爱你付出真情。爱你有我心对你来表明，阮的爱只有你，阮的心只有你，生生世世做你感情的知己。我甲你，你甲我，手牵手心坚定，今生今世海誓山盟。邱兴泰，安怎？你是不是应该准备去南美洲啊？哥，律师有甲检察官交涉过，因为阿基是杀人犯，所以我都交保。而且卫兵传两个消息，讲校长有性命危险。甲律师讲。无论如何，一定爱我阿基减刑。我无想要阁失去这个这么死忠兄弟啊！哥，过去你再甲我交代，我嘛在你面前就抓过，绝对袂阁行我道。结果你煞私底下做这种代志，你敢有甲我当作是兄弟？阿基少年懵懂，毋捌代志，火气较旺，有这种代志，咱无事先互我知影。这件代志发生了伤突然啦。阿基是为着要为我出头，唔才发生这种代志。我本地了，总讲我甲红大军办好倒，这续来要面对的敢那刘志祥，想袂到又搁抬出一个文件了，还搁好诋毁。就因为我捌甲刘志祥讲过，讲我要毁灭银色风暴，拄只刘志祥到，我百分之百当确定。已经甲彭建良咧交接了，无可能啦！伊甲姚总的交情这么好，而且过几工啊，伊就搁要做伊证婚人，伊哪有可能甲彭建良交接？水哥，咱两个人拢捌面对过死亡，假使讲你敢若剩五天的寿命，你上届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？你哪会讲种奇怪的话啦？敢讲你想要对付陆志成，伊无法度参加姚总甲嘉文的婚礼，还是你想要破坏姚总甲嘉文？人生啥无烦恼，风来浪也别跳。我唔也唔捌想过讲我太子会遭遇到这尔大的风险。这个，这五天来，我真多真重要的代志要去完成，我惊我已经无时间了。哥，你到底有啥物麻烦？有啥物代志你唔敢讲？我叫彭建良甲我下刀，剩五天的寿命。那我。家务嘛重大，拄则我已经有叫平教授过来找我，伊讲若是无在条找到解药，我甲家务五天后，阮的寿命就结束了。哥，哪会安尼啦？你是讲真实啊？敢讲无解决方法？这个，我即阵要来找廖志祥，不管你要对我安怎，拢无要紧啊。就因为我有甲讲，我要毁灭金色风暴，所以比我更加凶。这个，答应我，我甲嘉文中都有代志，
对袂当让任何人知影。你放心，我会利用每一分每一秒，不管牺牲什么，我拢会把家文的命救回来，让伊甲姚总会当白头偕老。我甲伴去为你心伤悲，分袂落心煞变可怜。手牵手心坚定，今生今世海誓山盟。水工啊，人咧讲哦，做福建哦，真正有效呢。所以哦，搁林文波的煲汤啊，也更加真重要。上重要就是讲，查某人有伫身躯边哦，伫咧温柔体贴，这就是我恢复健康上大个原因。嘿，前两天啊，姚总啊，甲嘉文也要结婚啊，搁刷入去便当店又要搁开幕啊。一段时间哦，我甲文波心情实在真好，算讲我期待你一天啊。水工啊，你安尼顾啉酒。啊！我咧问你受疼的无啦？志刚兄，刘总，啊，嘉文即摆情形安怎？嘉文情形好真多啦，伊即摆咧啉阮妈妈炖的煲汤。伊感觉昏倒，胸口嘛过会疼。伊是有这个状况嘞，你哪会知到这么清楚？嘉文真的刚刚在找人呢。太祖嘛，同款。水王兄，你的面色哪会这么歹啊？你拄则是毋是讲太醉了呐？无啦，无代志。我想要出去行行。水工兄，你应该陪嘉文才对啊，在找我从啥？我真无了解，你拄只敢是来找嘉文的？我听阮妈讲，你要带伊转去。嘉文也无代志就好啊，你紧转去陪伊。你是安怎对嘉文的状况这么了解？拄只你出来这么不欢喜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无代志。你不欢喜，敢是因为太祖？我知影太祖是你大兄，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阮娃娃毋肯甲我讲。你莫讲嘛，我啥拢袂讲。安尼就证明我无用毋对。你是因为太祖的代志，才无欢喜的对无？是毋是太祖？你毋甘愿甲文家结婚啊？你莫误会太祖好无？太祖是我的大兄，我必须要替伊讲话。伊是真心真意咧祝福你甲嘉文。也毋过，也毋过啥物？这些。甲嘉文敢有关系？太祖甲嘉文已经中毒啊！恁剩两天性命当换，嘉文就有可能会死在你婚礼顶边。哪有可能发生这款代志？是谁跟你讲的？我本来答应讲要保守些秘密，现在我做袂到，我真是无法度瞒你，我无法度看你伫结婚迄天，才知影这残忍的事实。罗俊刚。是太叔叫你讲的对无？你想要耽误我甲嘉文的婚礼？我不相信，嘉文今日出人家的性命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太叔，这嘛不是一个骗局。你若不相信，你找皮教授来了解一切。若是你愿意甲嘉义的话，你开什么条件，我拢会答应你。我坦白跟你讲。今仔日我甲彭建良伫律师事务所签一份合约，伊会得到人寿宏博集团了30%的利益，所以，我得到唯一的解药。你本底就想要对付我？那之前你讲白济囝型，我兄弟水工欠无你3刀，也阁未过瘾。你今仔来找我，甲我讲这话，你有影是要看到我一无所有？有影是要看到阮两公后来过身，刘志成，我甲你讲，
我太注重，总共也剩半条命，我无咱未来放弃。我相信一句话：山中无敌人，在我的眼中，洪大军、敖智慧、彭建良，甚至是你周兴泰，拢是共类的人。你唔捌同情过我，我嘛无需要可怜你一囡仔的下场。我今日来见你。 其实是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梁志成，你甲彭建良交接这个玫瑰，这人咧讲，天不生无用之人，地不生无用之草。我俩总讲，我会当打败任何人，我甲洪大军办好的，我想讲会当平安无代志啊，想袂到出现一只鸟鼠仔屎。 来毁掉千龙国际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恭喜你，你拒绝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你换我拒绝我要让你千龙国际一半的股份。你今仔日拥有一切，你今仔日拥有天下，你甲千龙国际占为己有。我周兴台。 今仔日甘愿搬，愿意输，也毋过你即种搁坐点的遮咧创啥？你是要听我讲话，或者是你有啥物话要叫我传互我的客户听？哼，周兴台，太子这个名，无了确实是袂歹，果然有气魄，担当，一种人性不屈的精神，我佩服。你知影英雄上惊是啥物无？ 唔是惊敌人，是惊无对手，所以我改变主意，今仔我来找你，唔是要让你死，是要让你生。因为你活的，就会当目睭金金，看我把银雪红木金花成功。只要你活的，就会当目睭金金，看我把遐鸟鼠仔屎除掉。是我跟你讲，属于我的，一生。 你讲安怎？原来你今仔是要来救我？志成，这罐解药敢是真的？无解药你也死，这罐解药若是假的，你当然嘛爱死。但是你若死，彭建良啥物拢得袂着，因为我早就掌握伊下毒的罪证，敖智慧佮金马哥也袂死。 但是这两个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真感谢你今仔亲身把这罐解药送来我的面头前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替你达成你心肝内真正想要得到的目的。我甲欢喜为你心伤悲，分袂落心，煞变哭。 酒干就是不坚定，今生今世海誓山盟。阿文，阿忠，我来伫遮。我无希望我的水某。 变作一个病美人，我希望你是水当当、精神万万，甲结婚，所以我就送你来遮住营养下。迄时囡仔遮尔大，你害我留伫恁兜过暝，我唔肯，迄个唔肯，我水工送我转去。你是咧着急啥物？咱真紧就当结婚啊！
拜托咱大家做伙啊！实在无法度骗你，无唔对，我是等袂赴，就算讲干了两工，我嘛就希望每一分、每一秒，会当陪在你身躯边。你都是因为大家想用，无代志做，才想要待在我的身躯边。我跟你讲，咱结婚了后，会当跟刘一丁做伙去美国，去看大峡谷、大瀑布。以后，你若是要陪刘一丁研发军事红布，我咪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哥哥，得哥陪，哥哥，得哥做。嘉文，咱到美国回来了后，咱就要替恁爸爸、妈妈把饭汤店顾好，还佮有恁妈妈，真希望会通赶紧抱金孙，也做。想要生几个囡仔？太搞笑！搞笑！教文的病情到底安怎？真歹势，抢镜结果真无乐观，这是主要出路的。多谢，反应检验，确定你的未婚妻是中着南美洲的剧毒，伊的生命全部交伊着死消息，除非有奇迹的出现，啊若无，恐惊拢无法度救你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嫁袂到我，明仔载就要结婚了，这要哪有可能啊？对袂有嘉文死，一定会感觉伊一定要嘉文让嘉文活落来。弟，我若知影绝对袂牺牲嘉文，予我家己活落来。伊算盘掂到遮尔啊正尔，讲啥物一人一半，你有影是咧讲笑话？
天顶的云，树顶的花，溪底的流水，还佫微微吹过的风，有倒一项是永远袂改变的。阿宗，你对这讲的这，无一项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啥物是永远袂改变？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袂变的，就是感动的记忆。现在这个时阵，比结婚典礼更加让人感动。咱的心里都真平静，真知足。你有我，我有你，时间好亲像因为咱的爱来停止。这个时阵都是永远，好难好好停下今嘛。阿文，只要这永远的一切，就算好，咱离别生离死别，我嘛已经袂怨叹，无遗憾。是我贪了，现在这个气氛，我好亲像，好亲像爱去另外一个世界感觉。阿宗，我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？我是点么快乐的？在你的记忆外面，你一定还在记忆外面，因为我死了，我不要去找你，我不要你做我的母。我甲欢喜为你心相比，分袂落心煞变苦。手牵手心坚定。今生今世，海誓山盟。幸福的人，严格刷下来，你也有可能变作是世界上上该痛苦的人。踮伫教堂内，所有的人拢期待着恁幸福快乐行入来，严格这条路，恁敢行到？上苦真心对。想靠真心对阮，到你若有准笑。
姚总带家文去病院，后来就拢无跟阮联络啊。伊敢有打电话转去厝？啊，就家文吼身体无爽快，啊，姚总讲要带伊去住营养室啦，啊，你嘛怪辛苦啦，后摆带去病院啦。啊，我要哪会知啦？啊，我昨暝到水缸伫遐啉烧酒，一起来时，就拢总无看人啊。要无敢会想讲姚总啊，伊过惯独身人的生活，剩最后一人，明仔载就要结婚啊，啊，无敢会搁带伊去别个啉啊？哥，你走倒位去啊啦？你是毋甲太叔做伙？哎，还佫有，你敢知影姚总佫有嘉文的下落啊？先生啊，你面色哪会遮尼歹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毋？太叔无出现，我看姚总佮嘉文也袂来啊。嘿，翠刚啊，你即摆在咧讲啥？我哪有要听无啊？今仔是姚总佮嘉文的好日子呢。你到底知影什么代志？结果哦，海珠中毒，可能活袂过今仔日。即摆应该是甲彭建如咧搞生死，伊为了买我地，主张有失踪啊。海珠中毒，甲嘉文姚总要结婚有啥物关系啊？啊，一个我无法度甲你讲清楚。总讲一句，咱甲彭建如佮陆志成的恩怨根本也袂结束。等我为太祖爷才知影，连家母嘛中毒。家母哪中毒？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哪拢无讲？哎呀，总敢知这件代志？哎呀，哎呀，总带家母去病院，你知影人在倒位无哈？太祖本来我保守这秘密，要不我真是无度讲瞒。我唔才甲姚总讲，姚总知影了后真痛苦。我想伊即摆应该是甲嘉文做伙，而且太祖佫甲我讲，伊甲嘉文订的毒是为南美酒来，伊根本就无时间找解药，所以只有等死。因中的毒是有解药的。刘院长，你讲有解药，敢真实？啊，你敢知影阮姚总佮嘉文人伫倒位？小钟，若知影嘉文中毒，伊一定想尽办法去救伊。刘院长，既然你这么爱欣赏小钟，那我相信你嘛愿意救嘉文对无？伊即马人到底在倒位啊？恁即马需要的是冷静，再来搁一点仔时间。我要讲的话，希望恁听好斟酌。刘志成，你莫听人假啊！伊甲彭建林根本就是共挂。你想讲太祖若死，你了得着千两国税？在我甲太祖咧讲的时阵，伊根本就无讲解药这件代志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承认，我被彭建良威胁，为了想要得到解药，我答应要回好处。而且我昨暗已经见过太祖了，解药是我亲手摕予伊。刘院长，啊，阮家母嘛中毒，伊是我未来的媳妇，是阮廖总的某。啊！敢讲你愿意救太祖，啊，就无愿意救我的心母心？是啦，刘院长。啊，虽然咱是无熟识，也毋过我常听阮后生哦，伫咧提起你的代志，伊也真尊重你的做人。啊，敢讲我的心母家文，你也袂当来救这些。院长，即摆我虽然听甲无啥啥，不过代志是真严重。太祖是水港的大兄。我把伊当作咱亲生囝，也来嘉文，是阮娘家的人，阁是我的查孙，我唔甘让伊受伤害，希望你会当讲清楚，给阮一个交代。既然姚总已经知影嘉文中毒的代志，那呢我相信，因一定会来举行婚礼，而且这对姚总来讲也是一种考验。我今仔是因的证婚人，我当然嘛希望。会当好好来看这场婚礼，好好来完成。恁大家先坐，慢慢仔等。
我一定要嫁给耀宗，每个耀宗做阿公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甲嘉文的婚礼。刘院长，多谢你来做我甲嘉文的证婚礼。 啊，不过婚礼继续进行之前，我有一句话想要甲大家讲。刘院长，我永远会记得你甲我讲过，什么才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？迄就是会当为家己心爱的人牺牲性命。 我有甲嘉文讲过，啊，不过我都希望嘉文中毒的代志，不是事实。我都希望这是天公伯甲阮两人在滚雪球。假使讲嘉文若真是倒落去，我咪亚总。 我不准你做戆代志。是安怎？黑道的人不爱针对我。是安怎？我甘愿死的人是我。那安尼上无，家门、冇太子继续来照顾。冇可能，我绝对冇可能接受太子。我有家门，是世人看来还得耀宗一个。 今仔日是恁结婚的好日子，也是我头一摆做人的证婚日，场面不应该是这样悲惨。婆叔，婚礼会用去进行。 哥，你总算来啊！你安怎？阿太啊，虽然讲你中毒，阿刘院长互你解药，你即马是毋是已经无代志啊？我已经无代志啊。阿总，你都要我做你的伴奏啊？是安怎你无要等我，就开始举行婚礼？ 太子啊，啊，既然你无代志，啊，那安尼，啊，该用就提到阮家门。太子，应该是会当救我家门，我愿意牺牲我家己。太子，你甲家门是天生的一对，我着答应要做你的伴奏啊，我着会祝福恁两个百年好合，恁结同心。 恁两个绝对会当幸福过日子。廖志祥，你今后讲白十话，我今日要当所有人面头前，吓破你的真面目。周兴泰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是做过啥物代志欺骗人？你想要侮辱我的名声，来有证据啊？ 廖志祥，你甲我讲你甲彭建良的交情，想要断出千条国际，是因为你知我去予彭建良下毒，已经外无几工啊。你昨来见我。
一罐解药好啊！你讲希望我会当活落来，希望我会当看到你甲金石风暴烟花成功。你去甲我讲，你会替我除掉鸟鼠仔屎。你根本就做袂到。事实证明，你去予冯建良甲你装痟的。周兴台，伊拄则讲的话，句句是事实。 只有上尾一句，我无心意，因为冯建良已经来了。太祖，你竟然无死！刘义长，你敢出卖我？ 你是不是个解药？甲我带走！我甲你保证，我含好地位，分袂甲你下毒。你若无解药，只是死路一条。根据犯罪心理学的分析，杀人凶手一定会倒转来现场。你今日来是自投罗网，我已经甲罪证交警方，所以刷来要发生的代志是歹势。 你已经无法度心目睭看。冯建良，你个好地位，下人下刀害人，转去，我不出事，你个死啦！ 周兴台，我已经替你把鸟车再除掉啊，也不过我感觉真气气，昨暝我给你解药。 我决定绝对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刘义勇，你真是甲解药教太子，你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啊？我甲半夜为你心伤悲，分袂落心，煞变可怜你。手牵手，心坚定，今生今世。 海誓山盟，太祖，你即马人无代志，安尼就表示刘一定予你个解药，毋是假。太祖，当陆志贤出现伫我面头前个时阵。 我就捌讲过，伊会是我太祖，煞落来最可怕的敌人。昨暗伊来见我，伊甲我讲，英雄上惊啥物？我了解伊的意思。英雄上惊无对手，因为英雄往往是小。 陆志贤摕一罐解药给我，伊要救我，伊希望我活落来，是希望我会当继续做伊的对手。陆志贤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周先生，你遐尼聪明，应该了解我讲的意思。我相信，昨我离开了后，你一定感觉真矛盾。 心内也一定真尴尬的，因为伊你的个性得袂到的物件，你感觉叫毁掉，也无爱互别人得到。所以，我送你解药，其实是送你一个上界痛苦的选择。我唔对，我昨暗也是真痛苦，有也真歹选择。 也毋过，煞来上届有可能发生的，就是我甲嘉文阮两个人同齐倒落去。因为我爱嘉文，一世人永远袂改变。我愿意甲嘉文踮伫个油甘最后半步。
你的意思是讲，甘望把解药毁掉，也要把家文做阵死？但是我看来看去，阁有另外一个可能，是恁两个其中一定有一个人，把解药吃落去，想要继续活落去，对吗？是看我的心态，刘志成，你硬要跟我拼一赌，我奉陪。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的代志，讲会到，来做会到，因为你爱我太子所做的代志。做甲到，是讲你是安怎困的？我要吃解药来救我家己。因为我宋尊尊，伊就是迄种甘愿保护爱情，嘛会当牺牲家己性命的查甫人。一两之间，我改变想法，我决定要成全姚总甲嘉文。太叔，你真是选择救嘉文。太叔，哥，哥，你放心。我得想办法救伊，刘一定。我已经通知裴教授来救太子啊。要走，要走，太叔。我希望你一世人爱好好疼惜嘉文，因为嘉文。我小妹，我是伊的大兄，我这个做大兄，该当做的，拢已经做。刘玉定讲，隐形核武一定会研发成功，咱还过十五分钟就是八月十号啊。姚总，你最后跟刘玉定联络的时阵，伊安怎讲？昨昏我甲伊联络的时阵，伊讲刷落来这二十四小时是关键时刻。原来最后一组顶线又拄着困难，啊，不过会尽量克服。来，阮拢来，阮拢来啊！爸，来，阮拢来。我讲哦。对啊，这英雄风波哦，那研究成功了就对了，咱就随开香槟庆祝哈，来。啊，这嘛是安怎呀？敢讲拢无消息了？还阁剩偌济时间？刘院长，敢有啥物交代？啊，美国那边还阁联络袂着，我相信一定是拄着困难了。加文啊！有可能咱大家等到最后，
得到一个歹消息，所以要有心理准备。刘议长，伊是人毋是神，所以到最后，毛可能会宣告失败。本来咱当初就拍算要甲金石龙木毁掉，今仔若是结果是安尼，咱嘛该当接受。袂啦，我感觉会成功。嗯，啊，当你也毋是科学家。啊，即马连刘议长都唔知消息，你是要肯定讲袂失败啦？啊，是讲哦，花旦有姚总甲水刚伫领导之下，绝对会渡过难关。来，咱即马就先开来庆祝。哎呦，你规天干呐顾啉酒尔啦！我讲的成功绝对有原因的啦。你无想看嘛？迄太子伫咧教堂吼，伫要倒落进前，迄刘议长有答应伊呢。伊讲吼，伊连计划成功，迄个金色风暴啊，所以吼，太子才会安尼过生气。伊在天之灵一定会保庇的。有信号了，来来来，紧看麦。刘议长，你看到阮无？无唔对，是我。恁大家拢伫个哈？刘议长，阮大家拢伫个啊。你状况安那？即马应该台北时间是8月14日暗时11:55，我要正式向大家来宣布，银色风暴已经研发成功啊！刘议长，阮所有人在花台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。刘议长，我是叶明珠，辛苦你了。别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。这是咱千龙国际和花台共同拥有的发明，这嘛是代表咱华人的骄傲，证明咱的科技在世界上有真重要的地位的。还有一件代志，我要向各位来报告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贵南美洲多飞来纽约，伊即马在伫我的身躯边。你有几句话想要对大家讲？哎，太祖，是你？哪里搞的？跟他飞啊！就是他。哥，无唔对，我是太祖，我还阁活咧。太祖，是你，真正是你，你无死，我甲姚总足欢喜。我要感谢荣誉长，还阁有彭教授，伊用国际救援专机把我送去南美洲，而且替我摕到解药，把我救活倒来。踮咧遮，我嘛要恭喜荣誉长，把金色风暴研发成功啦！各位，爱会记，我太子一定会回去，我一定会回去台湾找你。啊！小弟，你提遐庆祝啊，讲会好亏，你唔亏，开个开个来。想过今生的